人间净土，人间净土，人间净土。佛教青年协会主办及赞助播出。各位听众，阿弥陀佛，又到人间净土节目的时段，好欢迎你的收听。今日节目是继续公播学佛群疑。学佛群疑呢是台湾圣严法师的著作。我们看着他这本书呢来跟大家介绍。请问法师，地狱门前僧道多是不是真的？地狱的思想在释迦世尊出世以前的印度呢就已经有了，而在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呢亦都已经有人死了之后入王传的这个讲法。不过呢，对于地狱的描述和看法，因为地域、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所见的地狱景象呢亦都不一样。印度佛经里面所讲的地狱是有八寒地狱、八热地狱，而各有呢十六由僧地狱。八寒八热就是根本地狱，十六由僧呢就称为近边地狱，还有的就是处于山间树下空中的孤独地狱。另外呢亦都有十八地狱的名字。中国的民间是相信人在死了之后会经过十殿阎王的审理问案，每一殿呢都设置着不同的地狱和刑罚。其实呢这个说法并不是出于佛经，而是出于中国民间传说的十王经。道教呢亦都有说十殿这个的说法。这一类信仰的源流总是不外乎出于伏击降灵，或者是死而复生的那些人，他们在说辗转流布。阎王这个名字虽然是渊源在早期的印度，至于十殿的说法呢就是后期中国人的信仰了。这个和君主时代的司法程序是有关，各级的首长呢就兼理各级法院的职责，十殿阎王问案就一如人间的知县，乃至到皇上亲审。所见的地狱景象呢亦都是以各人所熟悉的人间环境来到做样本。中国古人所知的地狱之中呢是没有非洲的黑人和欧美的白人的。由于时地风俗信仰的不同，所见的地狱亦都不同。佛说万法为心，三界为色。地狱在众生的心里面是不需要完全相同的，我们不需要否定地狱的存在，亦都不需要执着于有关于地狱的传说。佛经那里叙述到堕地狱的例子是不少的，早期呢就指犯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的五逆罪的，他们就会堕地狱。例如佛的堂弟提婆达多和他的同党都是堕地狱的，渐渐呢就演变成为凡是做错事无论是轻重都是要落地狱的这个说法。而在比丘和比丘尼律那里所见犯戒破戒的过失呢只有几条极重的过失是不可悔。所谓不可悔就是指失去戒体而被逐出僧团，再受各法死刑的制裁。可悔呢就是可以对几个人或者是对一个人忏悔，以及呢对自己的良心忏悔。而僧尼律那里处处都有讲，犯过者当忏悔，忏悔则安乐。又有话，有戒可破是菩萨，无戒可犯是外道。并没有强调凡是破戒就入地狱的这个观念的。罪过呢又可以分成戒罪和圣罪的。所谓圣罪就是指做恶行为的本身就是罪，无论是受戒或是没有受戒，犯了过就必须受报，
戒罪呢？就是在受戒之后增加持戒的功德。如果是犯戒，就会在圣罪之外另外加戒罪。所谓戒罪呢，就是指持戒有功德，犯戒有罪报。持戒是对一切众生，所以功德无量。犯戒只是对少数的众生，所以破戒的罪呢，即使是点大亦都不及持戒的功德的。受戒有约束的功能，悔过就有洗心的功能。罪有轻重，犯了极重的戒罪和圣罪的呢，就会落地狱，其他的轻罪就会随类受报。即使是生于人、鬼或者是异类之中呢，都有受报的机会的。由此可以知道，如果作恶或者是犯戒，未必是一定落地狱的。虽然呢，有一部晚期出的《木莲问经》，它强调很多事都可能落地狱，这个在早期的《阿含经》和《律》那里是没有见过的。否则呢，很容易使到人误会，以为呢，不信佛、不学佛呢，都还未曾至于落地狱。但是信佛学佛之后呢，就反而容易落地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还哪里有人敢来信仰佛教而学佛修行呢？所谓地狱门前僧道多这句说话呢，它既不是佛家的说话，亦都不是道家的说话，而是在明朝之后从一些斋教的基童灵媒的口那里传出来的。斋教的徒众呢，都是在家人，他们摄取儒释道三家的一些名词和观念，似是而非地组成新兴的宗教和秘密结社的民间信仰。因为呢，他们都是在家人的宗教组织，在利益冲突之下呢，他们对于出家的僧侣和道士呢，都是采取敌对的态度的。他们呢，亦都传出道降火宅这个口号，他们主要呢，就是宣扬僧道多数都是会落地狱的这个观念。经过了口耳相传，就成了一句地狱门前僧道多的流行说话。这样一来呢，就可以丑化僧道的形象，又可以吓了那些优秀的人呢，出家为僧道。其实这句说话呢，不是出于佛经的，我们自然就是不需要介意啦。不过有一点必须要指出的，就是这句口号呢，就是出于斋戒徒的捏造，目的就是为了侮辱佛道这两个教的。我们需要知道，凡有人事就有弊端，僧团之中难保是没有破戒犯戒的人，释迦制戒就是为了防范这些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出家的凡夫，他在未曾修成圣贤之前的修学阶段，因为不清净，所以要受戒。受戒就是修行的起点，跌倒了再爬起身，犯了戒呢，就去忏悔。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来的。